这个学年的最后一场音乐会，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发表。那各位在今天的节目中会发现，学院能有各种不一样的颜色跟声音。那我们也希望通过像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把更好的音乐带给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，包含了各位的同学的奖品。相信各位也许从来没有发现他们有这么多的专辑。那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好的音乐的，一起来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心灵世界，就是参加会员们最大的一个幸运的感觉。那很高兴大家今天在这样一个有点闷热的晚上，来到一个很冷的活动中心，欣赏我们的演出。接下来就是。
所以呢，一个好的音乐会不是只有台上的努力，台下的辛苦制作，工作人员的辛劳之外，还有就是跟观众的互动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一场美好的演出，带给各位听众的跟带给乐坛的演奏者是相同的回忆。那很高兴，我一直觉得，如果你有什么美好的音乐经验，不管是台上或台下，值得你回忆十年的话，那我想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。那在这边，有非常高兴大家都是亲友团，今天欢迎都是亲友团。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，我其实一场美好的音乐会，除了好的台上演奏之外，好的观众共鸣也是很重要的事。那什么样的好的共鸣呢？那一个非常好的共鸣的经验就是台上的观众会听到台下的鼓掌，大概超过5秒，这是好的经验。但是呢，如果要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经验，大概要10秒左右。我要讲的是一个超级好的经验，所以接下来我会请。今天的演奏者，无论是毕业生、在校生，还有同学们一起分别站起来，请大家给他们热情的鼓掌，让他觉得这个掌声非常值得他回忆十年，有一个美好的回忆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吧。
后面邮局的 Starbucks 的。